和其隐忍盖诸侯之效也失于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。清代独章，清代独章，非先望之法徒不敢徒，非先望之法言不敢道，非先望之德行不敢行，是故非法不言，非道不行，口无则言生无，则行言满天下无，口或行满天下无，愿恶三者被捕，然后能守其宗庙，盖清代徒之效也失于夙夜匪懈以事人。是章，是章，资于是父以是母而爱同，资于是父以是君而敬同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，兼之者父也，不以孝事君则忠矣。 PG2 敬事常则顺忠顺，不失以事其上，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，盖世之孝也失于素心夜寐无田而所生。庶人章，庶人章，用天之道分地之力谨身节用以养父母，此庶人之孝也，不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谓之有也。三才章，三才章，曾子曰慎哉孝之大也，子曰夫孝天之经也，的之义也，民之行也，天地之经而民事，则之则天之民因地之利矣。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，其政不严而治，先望见教之可以化民也，是故先知以博爱而民，莫以其亲臣之愚得意而民心行，先知以敬让而民不争，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，视之以好恶而民之敬，施以赫赫，施以名举而瞻。孝至章，孝至章，孝及子曰习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，孝不敢以小国之臣而以忠公侯国子男，不开以宗万国之欢心以示众先望臣国，是子曰先望有斩得要道而顺天下以用和睦得上下之愿，欢心以示其先君之家者不敢舍于臣妾而况于妻之夫，曰德孝德之本也，教之欢心身也，不作无然不生得亲，受之敬德贵，享之伤孝，天下也立身灾害，不生祸乱，不作不明，后世以孝之也，孝之终也，夫孝始于失信众，绝舍君众国，顺身大雅于面，甚至章修觉得，甚至章天子章。曾子曰敢问圣人之德无以家曰爱亲者不敢，恶民人性人未未敢，善行莫大爱，尽孝孝莫大礼而德教家莫大信，行于四海盖天德周公，其人也行者周公交，以后